在还处于疫情期间，请大家遵守疫情期间的相关规定，保持社交距离，并佩戴口罩。谢谢。弟兄姐妹们，晚上好，主内平安。主日崇拜即将开始，求神预备我们的心为主献上，请将手机调成静音。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镜像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并而且喝尽。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诗篇第75:5-10，下面是敬拜赞美时间，让我们用歌声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们，请起立。Thank you.
州经文摘自新约约翰福音第三章一至八节，以及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至十六节，请大家一起诵读。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救世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信。”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岂能再进入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体生的，就是肉身；从灵里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一天灵魂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奇怪，没有人这样做，只有你可以，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要看你的究竟。所以第二个，他来求见耶稣，就是为了要了解在耶稣身上的奥秘。第三个呢，我们上礼拜有说到，后来他相信了耶稣，他知道从肉身生的是属于肉身，从灵生的是属于灵，所以他认识了，他知道人要重生，所以后来他为耶稣做见证。这当中他的改变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从原先的属血气的变成在灵里重生，并且是属灵的。那属血气的跟属灵的，我上一个礼拜我跟各位来做个简单的解释。属血气的在原文的意思是说跟牲畜一样，就是我们跟狗跟猫跟猪跟马跟牛一样，饿了吃，累了睡，渴了喝，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跟他们一样的，那个叫做属血气的。但是属灵的，他有来自上帝的圣灵同在，他完全不一样。所以属灵属血气的，他能做的就是依照这些动物，还一般的动物，他如果不相咬相吞，在那边合群，那就很不错了。人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叫做牲畜。如果相咬相吞，像圣经里面说的，人心比万物更诡诈，那个叫做畜生了。所以上一个礼拜我有说，属血气的好的人是牲畜，就是动物；那不好的就是畜生。但是这个尼哥底母，他从属血气的，他知道我应该要属灵的才对。这个是我们上一个礼拜所讲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如果从四福音书，什么叫做福音书嘛？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个福音书为什么牧师一直谈一直谈？因为你上庭，他很有机会问你说什么叫福音书？因为在圣经里面66卷，没有一本说福音，说创世纪福音书没有了。只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整本的圣经里面只有新约的头四本，他说什么什么福音、什么什么福音、什么什么福音，因为有四本，所以叫做四福音书。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他所接触的，大概你去看啊，这个我们新近受洗的，我们现在已经读圣经读到哪里？读到路加了，对不对？我们每天就跟这个我们的全家姐妹在我们大堂里面都花了时间，我们今天读哪4章，那我们新进的就由兰兰姐妹她来花了时间啊，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始，我们也现在已经念到路加福音了，一天里面10章。你如果念过的话，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现在念路加福音，下一卷就是约翰福音，你会发现耶稣跟这一些平凡的人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平凡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耶稣没有把他们当成比较低的、比较 low 的啊，比较下一层的，没有。而这个尼哥底母在我们今天所念的圣经里面，他是少数的贵族之一。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去看约翰福音19章38节到42节，你就可以了解，因为尼哥底母他去收领耶稣的尸体，那个时候他拿出的钱差不多多少？差不多有100斤的墨药跟沉香。这个100斤的墨药跟沉香是干嘛？就是为死人的预备。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有谁能够出这样的钱呢？就是一个国王，他死的时候，那个国王的丧礼，他的葬礼出得起的钱就是100斤的墨药跟沉香。你看这个尼哥底母，他能够出一个国王死的时候要埋葬的那些花费，所以你就知道说，哇，原来这个尼哥底母不只是犹太人的官，他也是富可敌国王，跟国王的钱一样的多哈。那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长官，那这个长官是什么？就是
他是他们的公会的会员之一，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啊，这个参议院，我们现在参议院的议员大概有几个？400人。美国？没有，没有到400人。50乘以2，100个。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罗马人他们的公会，他们公会有几个？他们的公会70个。差不多是美国的这个参议员的级别，他是犹太人长官嘛？我们的圣经是犹太人的官，其实他是他们的参议员。啊，他不止这样子，啊，他还是什么？你看我们的圣经里面第一句话，啊，我们的周报第三页第一集，我们来念一下。来，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个尼哥底母他有两个身份，第一个是什么？第一句话是他是什么人？法利赛人。等一下牧师来跟各位来解释什么叫法利赛人。上一个礼拜我没有解释，他是也是犹太人的官，就是公会的会员之一，70个人。哇，他这个公会的会员在做什么？就是要审判你是真的先知或假的先知，因为假的先知在迷惑百姓。所以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哇，他能够赦免人的罪，哇，能够赦免人的罪。他说你这样子真的是乱称耶和华的名啊！他赶鬼的时候说你靠着鬼王在赶鬼，因为他们要判别说耶稣到底是真的先知或假的先知，他们当时认为耶稣是先知。所以这个公会今天来看就是参议员，当时犹太人他们的参议员70个人。哇，专门在做的这个就是来审判到底这个到底是不是啊，这个真的先知，真的教师。不止这样子，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他们全国里面没有超过6000个。那你说，哎呀，70个人比较不简单，6000个比较容易啊。哎，我讲完之后你就会知道非常的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尼哥底母是一个姓啊，就好像岳飞姓李，对不对？男本姓戴啊，这个我们这一次新来的朋友啊，什么萧一啊，龚萧一嘛，他姓龚啊，我莫不是我姓莫啊，我们陈弟兄姓陈。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姓氏，哇，四个字很长啊。尼哥底母，你知道吗？尼哥底母在犹太人当时是一个贵族之一啊。望族之一啊。为什么？因为当这个主前63年，因为犹太人当时被罗马帝国来管辖，他们就反叛，结果打输了怎么办？这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的领袖就派尼哥底母这个望族家里面一个人去求和罗马的皇帝啊。后来他们的这个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他们沦陷了，他们的这个禁卫军，他们本来是效忠啊耶路撒冷，现在已经打输了，他们要效忠罗马，所以派谁去跟罗马帝国来谈这件事情？也是派尼哥底母他们这一家族其中的一个人去跟啊罗马帝国来啊谈那个投降的事宜。所以历史上这两位他们跟罗马帝国打仗打输，不管是代表国家去求和，或者是代表耶路撒冷的禁卫军去跟罗马帝国求和，都是派他们的家族去啊。你看当时他们要派这个人去，如果分量不够，罗马帝国一脚就把你踢出来，说你派这个，你这个派光律师来不够格哦。好，那就要派这个尼哥底母，对不对？尼哥底母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是耶路撒冷杰出的名门家族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说啊，这个法利赛人他有多厉害，有多伟大？不是每个优秀的人都能够做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我要让你在道德之上毫无瑕疵，你要抓着他一点点的毛病，他一点点的缺陷，或他一点点的不道德，你都抓不到，因为他太完美了。这样有钱人，他们完美到什么程度？像守安息日，我们今天
就是守安息日，我们来做礼拜。那在旧约的圣经，旧约就是耶稣降生之前所写的圣经，叫做旧约。在旧约圣经里面，他所说的安息日只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主，就是主人跟仆人要守安息日，就是你礼拜天不能做事啊，要敬拜上帝。那第二个呢，就是牲口，就是我主人所养的羊啦、牛啦、马啦，这些都礼拜天就不能让他们去工作，让他们礼拜天也休息。哇！所以在旧约，他们顶多只讲到人，就是主人跟仆人，再就是牲口，就是牲畜，他们要守安息日。请问这样子简不简单？一开始很简单啊，但是没有想到后来的犹太人，他们却不满足于这样的规定。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米士拿，求其一生的光阴来研究应当如何守安息日。哇，他这个律法，有关于守安息日的律法，他竟然写了多少？你知道吗？写了24章啊！我们有读过马太福音的话，马太福音是28章啊、哦。他要守安息日，写了24章，用他一生的经历在写说要怎么样守安息日。更夸张的，他们为了要解释这个米士拿他所写的这个守安息日的24章，这个他们用几卷来解释这个安息日，你知道吗？用64卷半。64卷半就是64卷，用64卷，一卷是多少？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看到一卷，哇，这么大一本，用差不多我这样比这样的，它仅是圣经一卷，12本，那个是当时我们读神学院最代表性的。他这样子解释圣经，顶多也只有这样子而已。他不是啊，他是解释24章哦。我们圣经不是只有24章，我们24章呢，他是用这样来解释圣经。他只有24章说要如何守这个安息日，他用64卷哦。你看64卷，我们现在的印刷这样一卷，他如果一卷大概就一牛车啊。64个牛车这样搬的，所以有一个人他就非常努力去研究，他研究了多少？他研究了多久才把这个24章这个米士拿所写的安息日的规定，然后这个64卷的这个注释解释，他一生用多久的时间把它念完？他用60年。换句话来说，一卷要花2年半，好吧？他的一章，他写了24章，一章啊，你看用60年研究说我们要如何守安息日，用10年啊，其他都没有，他也没有时间敬拜赞美，也没有时间唱歌，也没有，就是只有研究一个安息日，你看有没有很无聊？所以他们就以自己能够当法利赛人，觉得漂亮，非常了不起。你们有办法吗？没有办法，你看，只有我们6000人才有办法。所以法利赛人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规定，而且高品格的要求，可见要成为一个法利赛人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新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保罗，哈。这个宝他就是法利赛人，而且有罗马公民的国籍，哇，不得了！后来那个被抓到那个罗马去被打了，打他的人吓一跳，糟糕！哇，怎么打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公民，他们吓一跳。OK， 好，说回来，法利赛人他是非常少数。什么叫做法利赛？法利赛就是分别开来的意思。所以尼哥底母他不只出身名门望族，他也出身豪门，他也出身是非常有钱的家族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哦，原来为什么尼哥底母要晚上偷偷摸摸的去找耶稣，
美其名是说，因为他非常有钱，非常有权势，又是权贵，那可能今天狗仔队可能会跟着他。哦，他今天去哪里了？去哪里？他去哪里？所以他可能为了不让他明天上报或上电视，可能这样子，所以他就夜间来找耶稣。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他夜间来找耶稣是为什么呢？因为怕连累了别人啊，因为他的这个地位啊。好，尼哥底母他权位高权重，他这么有钱，这么有地位，那请问？你如果是尼哥底母，你还不满足的，麻烦举手一下。让你是这个尼哥底母是这个耶路撒冷的贵族名门正身啊，又那么有钱啊，又是官位的成员，让你当了这个尼哥底母的地位，你不满足的，麻烦举手一下。哦，有一个不满足，还有谁？来，为什么不满足？高人一等的地位，高人一等的名望，我要告
告诉耶稣，虽然我心里同意，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长大成人的人怎么有可能再次进到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呢？当尼哥底母告诉耶稣他所行的神迹，留给人们很多的印象。耶稣他怎么说？他说行神迹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所以第六节，耶稣说，来，我们请来念六节第六节，大家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在这个地方，耶稣他讲得很清楚：你要有水的洗，你要有圣灵的洗。什么叫水洗？我们洗衣服，我们洗地板，我们洗碗，我们洗菜，就是让这些都洁净了，我们用水来洗礼，水的洗礼就是让我们能够洗净的象征，就是过去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然后圣灵的洗在讲什么？圣灵的洗就是我们洗干净之后，我们要有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我们可能再一次践踏新的生命，所以要让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来做我们不可能做的事。比如说，没有传过红灯的举手一下。哦，我们都有传过红灯，请问你是故意的，或者是不小心的？来，你完全从的都全部都是不小心的，举手一下。一个，那其他的人都跟牧师一样啊，哎呀，看一看，没有警察的红灯就是绿灯，嘘，就过去了。为什么？就赶时间嘛，怎么那么笨？全部都没有人，他们绿灯，我们红灯，我们争取时间一通，看看都没有人。最主要是看有没有警察，对不对？请问不能闯红灯知不知道？知道啊。你赶时间也不能闯红灯知不知道？知道啊。知道吗？有一次多肉气，那个时候我还在以前那个教会，到这个 ministry， 哇，在赶时间，就转过去了，在 ministry 跟那个 Roosevelt， 当然不能右转，不能左转，知不知道？知道啊，我就转过去，哎，我看没有警察，我就转过去了，哦哟哟哟，就来了。最肉气的是我的旁边坐我们教会的长老。更漏气的是那一天，我的驾照通通没有带，而且通通没有证件。那个警察来了，驾照没有带，证件没有带。啊，你是谁？我就说我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我就跟他讲的。然后他看这个车子看一看，啊，那个时候我是很不好意思。就说我是牧师啊，在我们长老要去访问。啊，结果他这么一听，他说好，以后要带啊，我知道你讲的都是对的，就放我走了。哦，我一去，我师母就跟我说，哦呀，还好意思说你是牧师。请问我说牧师对不对？啊，可不可以？哦，可以了，哎，感谢主。其实，我知不知道不能闯红灯？我知道啦，但是因为没有警察的力，那就闯红灯就把他闯过去，哇，被抓下来了。哎呀，真的，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知道的，知难就行易，因为你既然知道了，你就行出来就很简单。错了，因为尼哥底母他在这个地方他是法利赛人，哇，真的高标准。他是王族，他是高官，但是他接受了耶稣跟他说的：“你要重生，不然你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国。”尼哥底母来，他完全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完全顺服
上帝。只有让上帝充满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才得以献上忠诚。只有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办法重生。只有圣灵常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完全认识耶稣之后的尼哥底母，我上一个礼拜有说，他为耶稣辩护。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抓这个，所有的这些高层、祭司、祭司长、文士都要迫害耶稣的时候，他跳出来为耶稣讲话。如果你是尼哥底母，你敢吗？说真的，我如果是尼哥底母，哎呦，耶稣啊，抱歉了、啊，你就牺牲吧。我不是出卖你，我是要荣誉我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不敢说真话。完全认识耶稣之后的尼哥底母，他曾经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他为耶稣辩护。我们要跟撒旦一刀两断，要抓住神的手，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让我们现在开始打开我们的心门，欢迎耶稣主走进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来不是索取，乃是给；不是骗子，乃是真理；不会使人迷失，乃是唯一道路；不是来摧毁我们的生命，乃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是吞噬的狮子，乃是灵魂的拯救者；不是光明的天使而已，乃是世上的真光。让我们走在重生的路径上面，将心交给耶稣。牧师邀请我们决心一生依靠他。就木匠来说，他是门；就高举师傅来说，他是生命的粮；对花艺人员而言，他是谷中百合花；对银行家而言，他是隐藏的宝石；对医生而言，他是伟大的治疗者；对建筑师而言，他是主要的房角师；对教育家而言，他是伟大的教师；对珠宝商而言，他是高价的钻石；对陪审团而言，他是信实可靠的见证者；对罪人而言，他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结论来说，上帝爱你，在你的生命中有神美妙的计划。虽然他对罪毫不留情，但是他对罪人却充满怜悯。当你我愿意走在重生的路径上，你会发现，原来耶稣就在你我的身边。我们一同祷告。天父阿爸，当我们做错的时候，当我们孤单的时候，当我们求救无门的时候，当我们众叛亲离的时候，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主，我们要到你的面前，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来悦纳我们，保守我们，保护我们。我们看见尼哥底母，他拥有那么多的世上的名望、地位、权势、财富，他还是没有办法满足，他仍然要耶稣基督你亲自的爱在他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知道权势无法影响生命，地位无法影响生命，钱财无法影响生命，只有生命能够带出生命，只有生命能够影响生命。主耶稣，你用你的宝血，用你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涂抹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耶稣你的生命是为我们的生命而舍弃。主，感谢你透过尼哥底母，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一生。欢迎主，你在我们的路
上牵着我们的手，让我们更加的爱你。主啊，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你就应允，让我们发现原来耶稣你就在我的身边。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门。献上回应诗歌，除你以外，弟兄姐妹，请。